如意，如意。你知道最近宫里要操办一件大事吗？大事？是不是文德皇后的忌辰又到了？你是不是在夜庭里边呆傻了呀？文德皇后的忌日不是上个月吗？我说的是大朝会。大朝会？嗯。大朝会是什么呀？这个大朝会啊，是三年才会举行一次的盛会。祭奠文德皇后，照你这件事来说，简直就是小事一桩了。到时候诸国使臣都会来朝拜，一是我们陛下的圣家四海，还有恩泽九州。那个时候，真的是千官望长安，万国拜大唐，可热闹了。就算是再热闹、再波澜壮阔的盛世盛景，用得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这事儿你就不懂了。这个时候啊，皇上会大赦天下，说不定你就会离开掖庭。如果要是运气好的话，还会被放出宫去呢。大赦天下？嗯。这个褚遂良，胆大妄为呀！大家，这。楚大人犯了什么事啊？他参了韦元成一本，悉数了韦元成任兵部尚书以来擅权舞弊、结党营私的种种罪状，有理有据，分量十足。老奴恭喜大家。恭喜？这可是这些年来第一本参韦大人的奏书啊。是吗？嗯。万事开头难呐。哎，要我说呀，这个事儿还得找个合适的时间。承宗是陛下，是。这件事情不知长孙大人怎么看呢？是啊，据我所知，这都没有啊。是啊，父亲。有什么事下了朝再说吧。十万火急，那时再说便迟了。出什么事了？韦大人今日要上奏立后。哎呦，父亲，父亲怎么了？胸口疼。父亲，长孙大人，您这是怎么了？哎呀，胸口疼。疼得就像刀剜似的，疼！这如何是好？还不快叫太医！哦，吴父这是新喘旧疾复发，须得赶快回家服药。诸位大人，先告辞了。父亲，陛下驾到！请平身，谢陛下。再过一阵子，便是三年一次的大朝会，届时各国使臣将齐聚长安，咱们也得尽东道宗主之意，好生的招待人家。有什么要奏的吗？陛下，陛下，大朝会中的重中之重。就是我大唐和北漠还有新罗三国皇子间的马球比赛，参赛的诸国都非常清楚，马球比赛就代表着各个国家骑兵的战力。上届大朝会，吴王以一分之差赢了北漠的木图王子，便换来了大唐边境三年的平安。那木图天生悍勇，科尔的本领跟他相比也就是半斤八两，上次能赢多少沾了点运气。今日本宫邀两位妹妹前来，正是为了三年一次的琉璃宴。
历届朝会，咱们后宫都是盛宴之所，陛下非常的重视。今年琉璃宴，咱们除了应尽女主之谊，盛情款待来使女眷之外，还要尽量彰显我大唐女子的风华绝代。早在半年以前，本宫已经请上宫局精心准备了。春莹。是，娘娘。这些是贵妃娘娘安排上宫局司珍、司制、司设、司膳所新制，专门为琉璃宴所准备的，还请二位娘娘过目。在普通的鎏金碗上嵌入簪花，如此的精雕工艺，妹妹从未见过。若以此碗盛汤，这金扇花扶摇绽放，定会让那些番邦之人大开眼界。嗯。茯苓，西域之物，整个长安城少有几件用茯苓做的瓶器，王孙小姐都趋之若鹜，贵妃娘娘居然把这艺术融入真善之中，真是奇思妙想，妹妹佩服至极。既然妹妹如此赏识此善，本宫就送给妹妹吧。那妹妹就收下慈善，谢过姐姐。那好了，今天就议到这儿，还有事儿吗？没事儿退朝了。陛下，启禀陛下，微臣还有一事要奏。韦爱卿，朕愿闻其详。文德皇后大行至今已有年日，自那时起，后宫诸事虽有内侍官操持着，可因为没有皇后，更没有一位亲表率行之人，故而后宫诸多要事常常需要陛下您亲自决断，一来二去难免会劳心伤神。韦卿，你的意思是？臣想请陛下从妃子中选出一位堪当六宫大任之人，册立为后，也好为陛下分担后宫诸多要务。陛下，韦大人所奏之事，臣以为还需从长计议。陛下，立后之事臣以为不能再耽误了。此事颇为重大，尚需与长孙无忌大人商议，可不巧他今日病了。陛下，臣以为立后之事迫在眉睫。魏征，你说说朕是否应该册立皇后啊？刚才韦大人所言，臣以为入情入理。接着说。那韦大人可有适当的人选？这个后宫能者自是皇后不二之选，以臣愚见，三妃当中杨淑妃品德端庄，只可惜已卧紧榻大半年了，以病恹之体又如何能为皇上分担后宫之忧呢？殷德妃虽性善贤淑，可她的性情未免柔弱了些，平日里也难解六帅之难。那按韦大人的意思说，只有自己的侄女贵妃娘娘堪当后位喽？微臣只是如实禀奏，望陛下考量。这件绫纱裙加飞羽帛，是本宫为强儿所做的。虽说后宫女子各怀绝艺，各有所长，但不是本宫偏心自夸。论武技，当属强儿最卓越了。
妹妹，你觉得呢？姐姐说的是。怎么妹妹记得文德皇后大祭之日，兰陵王面舞者非萧才人，而是武才人呢？武才人，啊，真是的，妹妹不说，我险些忘了这个人了。哎呀，也不知道戴罪叶庭之女何以献舞朝会啊。你瞧妹妹这记性，病得连记性都变差了，都是这身子害的。姐姐你莫怪。哼，怎么会呢，我大唐的后宫越来越兴盛，人多了，事也多了，凭本宫一己之力实难周全。今年的朝会还望两位妹妹如往年一样替本宫多多操持费心。从今日起，后宫需要群策群力，各司各部各殿，凡有心意之想，珍贵之物，均可献于本宫，一切以盛宴为重。是娘娘。褚遂良，关于立后一事你有何高见呢？陛下，关系到文德皇后，臣以为还是应该听听长孙大人的意见。楚相，你这不是有意搪塞吗？长孙大人病了，他明明就不在这里，你让陛下如何听他的意见？那就等，等他病好。此事在朕的心中已经盘桓很久，为卿提得很及时。不过，事情过于重大，还是要等长孙大人病好了以后再议。就这样吧，朕还是与诸位讨论一下朝会，今年后宫的琉璃宴，诸位卿家认为由哪位嫔妃主持比较合适啊？陛下，往年不是都由贵妃操持盛宴吗？对，正因为如此，朕每念及此事，都替贵妃感觉劳神伤心呐，朕也是心疼她。可是，诸位卿家，今年的琉璃宴由杨淑妃主持，大家认为如何呀？喝酒，喝酒，喝酒，再给你们来一箱，尽量喝啊！啊，大人喝，好酒量啊，开心一点，好酒量。魏大人，魏大人不能进啊！魏大人，请留步啊！魏大人，谁敢？来，给他来一箱。太子殿下，哎，这不是魏大人吗？来来来，让座，给魏大人上酒，快点。早就仰慕魏大人仁敬谏臣之美名，如今难得有缘相见，不胜欢喜。在下陈武陵，敬魏大人一杯。老夫来得晚，先干为敬。你们刚才不是喝得很好吗？大人，我们还有事儿，先告辞了。是，走，告辞了，大人。告辞了，大人。走。魏大人，本宫不过想喝点酒，何必这么扫兴呢？哼，今日太极殿上，兵部尚书韦元成上奏，以礼韦贵妃为新皇后，殿下怎么想啊？舅舅什么态度？父皇呢？父皇什么态度？长孙大人在上朝的路上，旧疾忽然复发，
还没到太极殿就回府了。陛下对此事未置可否，但是他说在今年大朝会的琉璃宴上改由杨淑妃主持。杨妃？莫非父皇想立她为后？殿下不是连太子都不想当吗？何必介怀立谁为后呢？哼。哦，对了，杨妃和为妃可不一样，她可是有儿子的。吴王。所以不当太子只不过是殿下一时的激愤之语，殿下在此纵酒嬉闹只不过是要引起陛下的注意，殿下想让陛下知道你因为金马案的不了了之所受的委屈和愤懑。殿下可知拘泥于此有意义吗？嗯，堂堂的大唐太子竟然如此幼稚，让人失望啊。想为自己讨个公道就叫幼稚？在本宫看来，魏大人所谓的成熟不过是做一个里外两张皮的双面人，明明内心愤恨却要装着一副笑呵呵阳光洒脱的样子，虚伪的去维系一份表面上的和气。哼。在老臣看来，所谓成熟便是殿下能够早日明白从东宫之主到一国之君这之间的道路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身后如万丈深渊，要么达到你的目的，要不然粉身碎骨。不要再争一时的义气了，殿下要好好想一想怎么能在今年的大朝会上有所作为，再扳回一城吧。怎么样啊，娘娘，您简直是美极了，雍容华贵呀。真的吗？当然了，千真万确。姐姐，只有这身凤鹤金如绣袍才能配得上姐姐冠绝后庭的高贵气质。妹妹来上衣局所谓何事啊？现在为了大朝会，上至本宫下至五品级的寻常女吏都忙碌不已，妹妹也应该为自己负责的私膳尽点责任，而不是来上一局说一句不咸不淡的恭维话。姐姐，你可真是冤枉我了，我此次专程前来是想为姐姐献上一件礼物。姐姐，你看，这靴履倒挺有意思的。这双凤台履是以锤炼千次的金箔做底，它形如凤凰展翅，是我坊边名家专门为姐姐定制的，不知道合不合姐姐的心意啊。真是的，你费心了。哦，我听说再过数日齐王就要回长安城行加冠之礼了，这次从齐州回来一趟不容易啊，我会跟陛下讨个商量，想来陛下看在我操持琉璃宴的份上，一定会答应齐王在长安城多待数日，让你们母子团聚，你看这样可好啊。姐姐大恩，妹妹必定铭记在心。举手之劳，无需客气。
凤台吕啊，美则美矣，但是靴履终究是要穿的。也不知道合不合脚。这凤台吕是按姐姐的尺寸定做的，当然合姐姐的脚。哎呀，有心一试。哎呀，可近两日这腰伤犯了，又弯不下去。你看如何是好啊？娘娘。奴婢愿为退下。姐姐，奴婢不懂规矩，让您笑话了。你我姐妹情深，这凤台吕当然应该由妹妹来为姐姐试了。妹妹，这可担当不起呀，快起来吧。哎，姐姐有伤在身，当然应该由妹妹来伺候姐姐了。娘娘，什么事？娘娘，奴婢有事要禀报，可否借一步说话？都是自家姐妹，事无不可直言，说吧。可是，说，是娘娘，今日早朝时，陛下下旨，今年大朝会的琉璃宴，由杨淑妃娘娘主持。啊？子妃，这魏大人一来东宫，那些缠着殿下的小人们可都四散而逃了吧？娘娘就别再纠结于此等小节了，大事不好了。今日有朝臣上朝时提出要立为妃为后。为妃？嗯。为妃没有孩子啊，也许并不碍事。那陛下怎么说？陛下倒是没说什么，不过他提出今年的琉璃宴改由杨妃主持。杨妃？嗯。难道陛下竟想立她为后？娘娘受伤了。没事，这好端端的，难道陛下竟起了易楚无王的心思？殿下最近也没做什么失德的事，除了那个称心。可偏偏殿下在此事上压根就劝不得，我稍微一提，他便火冒三丈。到底怎么办呢？娘娘，如果殿下他不愿意驱赶称心，咱们可以想个法子，让称心离开殿下呀。报应，看来陛下定是已经看清楚了。这些年来，他当面内心贤良淑德，在后庭里横行霸道的真面目。娘娘，看来为妃，我猜从此以后怕是要失宠了。你这话对也不对，为妃跋扈，陛下岂能一无所知，视而不见罢了。要是他此生再无缘得陛下垂怜，多半是朝堂上有事要发生了。娘娘的意思说的是为家的事？哎呀，只是没想到韦家的失势比我预想的快了这么多。如此说来，借亲近韦妃争取让幼儿留在长安的想法却是不成了。那加官之礼还让齐王回来吗？本来我就对兄长坚持让幼儿在大朝会之日回来心存疑虑，我总是觉得他这么安排另有心思，就想着借韦妃之力让幼儿留在长安。可如今韦妃又成了这般模样，不行，我要给幼儿写信。
让他称病，此次千万不要回来。这封信务必要直接送到幼儿手上，万不可被我兄长劫道。是。趁心拜见太子妃，不知召我来此，所为何事？你到底想要什么？金银、美女，还是田产爵位？只要你肯离开太子，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想必太子妃对称心有所误会。你可知现在太子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如果他地位稳固，怎么可能有人敢提出立后？你敢说你整日与太子在一起，这一点就丝毫没有对太子有影响吗？你若还念及太子的好，就走吧。太子妃只看到了称心带来的不利和麻烦，但在我看来，在许多事上，称心皆可助太子一臂之力。正如您所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太子处境不妙，正是因为如此，称心还不能走，望太子妃见谅，告辞了。父亲大人，韦元成果然提出立妃一事，魏征、褚遂良两位大人也都各自找理由反对，但是陛下忽然提出由杨淑妃主持今年大朝会的琉璃宴，如此等若宣布，韦妃不可能为后，这个韦元成还是太过心急了。自打韦元成交出兵权，当了兵部尚书以后，韦氏一族就走向没落了，要不是军中还有一些个嫡系，陛下早就不顾及他了。这一点韦元成是心知肚明啊，所以他才极力地推他侄女为后，想以后庭的宠爱掩盖朝堂的颓势，真是异想天开。他还真把自己的侄女和文德皇后相比，不自量力。但看陛下心思，莫非是想立杨妃为后？如此无望，岂非有可能娶太子而代之？太子今天干什么去了？在东宫和一帮纨绔子弟纵酒寻乐，听说还让魏大人抓了个现行。前一阵子长安城疯传太子失德，纵容张文良行凶，才致使惊马案的发生。如今不图反省，仍是沉溺于酒色嬉闹，只怕陛下知晓后，太子的形势更加不堪呢。太子不是胡闹，他是要让陛下和我知道他有多委屈。至于立后嘛，杨妃韦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陛下怎么想，太子怎么做。这个太子啊，让我这个做舅舅的为难呐。他已经完全认不出你了。嗯，如意叫了太医来，他们说婆婆五脏已衰，记忆力再难恢复了。阿弥陀佛。如意觉得也许是时候让陛下和婆婆见上一面，不要留下遗憾。佛祖在上，我那孩儿他年少无知犯下的罪孽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一切惩罚都由我一个人受着，纵是千刀万剐身坠阿修罗地狱，我也甘受不辞。佛祖啊，我只求儿今后重新做人，一生无灾无难，平安归喜。乳娘，我来看你了。
孩子，你怎么来了？乳娘，您还记得我？傻孩子，你是吃着我的奶水长大的，我又怎么会忘了你呢？啊？那您终于肯原谅我了。你是我最疼爱的孩儿，无论什么事，我又怎么会怪罪你呢？乳娘，我终于盼到这一天了。说起来，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你说说，我们有多久没见面了？十年，二十年。毗沙门呐，你也老了。乳娘，您叫我什么？毗沙门呐，建成，这不是你的乳名吗？乳娘，我是慧儿。慧儿啊，慧儿，建成啊，你答应我一件事，你不要杀慧儿，她是不该跟你争，她再不懂事，毕竟是你的亲弟弟，你可以打她骂她，让她吃点苦头，你不要杀她，你要杀她，我这辈子也不会原谅你，你不要杀慧儿。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陛下，如懿实在没有想到今晚会是这个样子。既然乳娘神智已失，朕会让他搬出掖庭，到太极宫的竹林雅轩居住。今天晚上的事情，朕不想让别人知道。如懿明白。陛下，你还会再来掖庭吗？不会了。如意恭送陛下。朕闻天地不变，不成诗画；阴阳不变，物不畅茂。今天下既安，适逢朝会盛事，当设宫中殊死以下，凡囚于掖庭满岁者，若忏悔之心前，其议程、其行善，皆特设以重规之位。什么时候我们要被放出掖庭了？我都说过了，大朝会，皇帝会大赦天下。孙子娇、袁婉、庞六儿，奴婢在，奴婢在。自入掖庭以来，每岁参与殴斗，不可赦。罗玉山，奴婢在。自入掖庭多年来，从不改凶残暴力。九个月前，伤及乾祥宫宫人春莹，不可赦。其余众人，这边谢恩领旨吧。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收拾，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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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重。拜见武才人，徐杰一吩咐了，以后武才人在青年宫的饮食起居就交给瑞安了。青年宫，嗯，依陛下圣旨，您已经恢复才人封号，以后就不用住在那破旧的厢房了，从今日开始你就住在青年宫了。奴婢参见娘娘。娘娘，那武如意，武如意被说。武如意怎么了？因为大朝会，陛下宣布特赦，那些被关在夜庭一年以上的人都被放了出来，那里边便有武如意。本宫记得嘱咐过你，毁了武如意的脸。我怎么听说她出来的时候脸蛋白净，无伤无痕呢？到了此刻你还敢瞒我？娘娘恕罪，当时奴婢明明看见那武如意脸上是有一道疤痕的呀，定是罗玉山的贱婢，他从中作梗，糊弄奴婢，蒙混过关。娘娘恕罪。武如意啊武如意，本宫要是你，就好好待在夜庭里，死也不出来。娘娘，那武如意和杨妃一样，也只是一时得宠，他们终究是斗不过娘娘您的。哼！派人去盯住武如意，看她出来时都跟谁接触过。是。慢着。那个罗玉山竟然自觉翅膀硬了，敢跟本宫作对，活着也没有用，留着他也是祸患。奴婢明白了，奴婢这就去办。哼。嗯。哼，偷盗掖庭换一局衣物，偷盗嫔妃制衣乃大罪，贵妃娘娘懿旨，当众杖毙此僚，以儆效尤。贱人，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